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吞噬星空》，作者我吃西，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第995章，一返回原始宇宙之后，罗峰便轻易连接上虚拟宇宙。为庆贺罗峰成为真神，人类族群早就准备了庆贺大典，只因为外界有界术骚扰，所以才一切从简。在真神殿，大量各族美丽仆从们端着餐盘行走各处，众多真神一一坐王座上，而下方也聚集着大批大批宇宙之主，单单宇宙之主数量便超过2000位之多，也可看出如今原始宇宙实力之强大。即便是虫族、妖族等都有强者来贺喜，族群间没永恒仇恨，过去彼此实力相当才斗那般惨烈，现在人类如此强大，妖族等各族再无争雄心思。界术的事不急吗？罗峰却悄然和旁边坐着的混沌城主道：“不急。”混沌城主道：“这一次界术接连出现9次，随即便销声匿迹，已经有半个月一直没有出现了。据我估计，这头界术应该连续吞吃了不少本源之后，开始进行转化吸收了。”罗峰点头：“是，上次那头界术就是如此，吞吃一次便要耗费许久进行转化吸收。按照推测，它转化吸收怕是要好久，至少一年。”混沌城主道：“自然不急，不过毕竟界术威胁在，所以你这真神庆典一切从简了。成真神乃是族群大事，若无界术威胁，一场庆典得持续一年，可现在却仅仅一天而已。还有，这头界兽吞吃本源速度还不如上次。”混沌城主解释道：“只有上次那头界兽吞吃速度的一半。”罗峰微微点头：“吞吃本源速度也能看出界兽实力，这一次出现的界兽比上次要弱。不过也可能是界兽故意示弱。”混沌城主连道：“甚至可能是为你布下一陷阱，你不可大意。”明白。罗峰点头。庆典过后，罗峰便直接离开原始宇宙，进入茫茫宇宙海，开始巡狩。界兽都好久没出现了，应该是在转化吸收之前吞吃的本源。在混沌虚空中，一艘舰船正悬浮着一动不动，在舰船内便是罗峰。估计得持续很久，在这之前我先仔细挖掘一下，看我这身体到底还有哪些能力。罗峰开始仔细研究起来，成真神之后总算稍微空闲一下才有时间来挖掘潜力。当然罗峰意识两分，只是部分意识在挖掘身体潜力，更多意识则是在黑纹石柱那一边的神力分身上，在千万倍时间加速下仔细吸纳消化着之前的混沌演变参悟，尽量提升自己实力，为即将到来的一战做准备。对即将到来的一战，罗峰丝毫不担心，因为上次和界兽摩罗萨交战，特别是摩罗萨泄露出的讯息，以及本源意志泄露出部分讯息，都令罗峰有一个准确推断。首先，本源意志曾说必须在这一轮回时代结束前杀死所有界兽，显然差不多到这一轮回时代快结束时才是界兽王者诞生时，现在应该还早。其次，摩罗萨当初被罗峰杀得那般惨时，曾说跨入三阶之后只有贝迪令他重伤流血，说明三阶界兽在巢穴中应该也算是巅峰战力。我现在杀三阶翻手可灭，罗峰暗道。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那头界兽一直未曾出现，这也让宇宙海各族为之焦虑。在寂静的混沌虚空中，一黑暗身影正蜷缩虚空中，他气息逐渐变强，终于他伸直身体并且睁开眼睛。终于转化吸收了，摩罗萨两颗独眼中闪烁着凶光。我达到了二阶巅峰，这么长时间那银河领主应该出现了吧。摩罗萨眼眸中满是疯狂，他知道即便恢复到三阶巅峰乃至达到贝迪层次，恐怕也不是此刻罗峰对手，跨入真神阶段实力将会是一个超级大跨越，
除非是海量接收酶一起行动，以数量弥补质量，一次联合攻击，无尽接收联手下，即便是虚空真神都得陨落。只是接收们本就彼此厮杀，彼此仇恨，要让接收们彼此联手，这怎么可能啊？他们生来的命运就是一个，彼此吞吃，只剩下最后一个王者，这才是他们的命运。我来了。摩罗撒当即一个瞬移，直接消失。在恒星魔神小星宇宙外，罗峰舰船悬浮那里，谁都不知道罗峰在哪守着，因为早知道宇宙海各族中肯定有未曾发现的奸细在，自然罗峰不会泄露自己行踪，连人类各位真神都不知道，恒星魔神外罗峰可是守住不止一次。于是他又来这了。我的身体竟然有如此威能。仔细挖掘潜力之后，罗峰为之惊叹，达到十万倍生命层次的身体蕴含的威能简直不可思议。若说三万倍、六万倍、九万倍主要是神力储量的话，那十万倍却已然超脱，达到另外一层次。论神力储量，当拥有无限神体大小随心能力之后，已经达到巅峰了。而罗峰现在达到传说中的十万倍之后，更是拥有诸般威能，可通称为无形无相。变。罗峰血肉皮膜筋骨深层次的构成生命的最基本结构开始转变，很快皮肤变得乌黑，身体周围腾绕着黑色雾气，同时头颅也变成两个头颅，都有一血色毒眼，散发着邪恶气息，赫然乃是一头界兽，散发的力量也是绝对的界兽力量。因罗峰在生命结构图上达到传说中的十万倍层次，乃是真正的圆满，更是集结了界兽和宇宙之主真神虚空真神这两种不同派系生命的共同点，达到了极致圆满。两种不同派系仿佛一体两面，一正一反，彼此相克。罗峰则达到巅峰，融合正反两面，达到圆满。所以他平常能释放出神力，可一旦他刻意施展，甚至全身力量可以轻易转化为截然相反力量，界兽之力。当然也仅仅能做到这一步，像采光通道、分体逃命等诸多手段，乃至最后接受王者的孕育无尽战士手段，罗峰却是一个都没有。他仅仅能够做到力量上转变，像灵魂等等却是没法变的。其实十亿界兽诞生，这些界兽生命层次虽然高，却还没有达到十万倍这等圆满地步，唯有最后的王者才是真正完美的。所以那些界兽们虽然表面上的模拟气息，可实际上他们无法将自己力量完全转化为神力，若是能完全转化，则不惧九幽真主的对号手段了。生命层次虽然比罗峰稍低，可界兽毕竟生来就是为了毁灭，从一阶、二阶、三阶、四阶，随着不断蜕变也将越加强大，特别是最后的王者更是有着和原始宇宙平起平坐资格，这点却是罗峰无法企及的。毕竟罗峰只是原始宇宙内孕育出的一生命，走到极限也没法和界兽比，界兽却是宇宙海孕育的，和原始宇宙对立的。力量能转化为截然相反的接收之力只是其中一重手段，无形无相还代表着罗峰能够完美收敛生命气息，不泄露一丝气息。因为生命结构图的圆满，所以才能不泄露一丝，同时也能轻易改变气息，模拟任何一种气息。变。罗峰瞬间变化，变成了接收摩罗撒，散发着和摩罗撒同样气息。变。罗峰变成混沌城主，也散发着混沌城主生命气息。变。罗峰又变成九幽真主。变。罗峰变成雪蓝氏族。变。罗峰变成一艘舰船木灵之舟，连宝物气息都完全模拟。变。罗峰变成虚空中的一块漂浮的岩石，气息也是一样。完美生命结构图可随意变化，可变为血肉、金属、植物等一切，器械一样的模拟。也就是说，罗峰能化为任何一个强者或者物体，当然一些太特殊的，比如强大禁之神王，单单禁之神王蕴含的强大意志，罗峰是怎么变都变不出来的。可只要不超出罗峰承受范围，却是一切都能变。真是逆天的，比之前的无限神体大小随心要逆天多了。
罗峰发觉明白之后也为之震撼。神体第三层可无限神体，大小随心，可和圆满后得到的无形无相相比，确实要差一筹。当然如此逆天能力也并非是所向无敌，谁都奈何不了。一旦被锁定，那就无用了。罗峰暗道，比如深陷一念虚空中，一旦被锁定，任凭罗峰如何变化，对方都亲眼看到罗峰变化，自然怎么逃都逃不掉。再逆天能力总有弱点，连界兽都有弱点，罗峰这能耐自然也存在着许多弱点。当罗峰挖掘出生命层次十万倍后所演变出的能力而欣喜时，界兽摩罗萨则再次见到九头魔主。伟大的王消失期间发生的事情便是这些。九头魔主恭敬道，你没有遗漏吗？摩罗萨两颗独眼盯着九头魔主，没有。九头魔主摇头，摩罗萨挥动爪子，退下吧。九头魔主一躬身，随即便是一个瞬移消失，他内心则是充满了羞辱不甘。摩罗萨则是站在混沌气流虚空中，周围气流环绕他，他却一动不动，眼神则是时而愤怒，时而不甘，时而癫狂。银河领主，摩罗萨两颗独眼变得只剩疯狂，我杀不了你，没有一点希望，可我一定让你后悔。成为真神的罗峰犹如庞然大悟，让摩罗萨绝望。他若能成为界兽王者，自然有信心灭杀罗峰，可他在界兽巢穴中也是一个人人喊打，属于被蹂躏的弱者，在巢穴内也是很快会被杀掉，还不如最后疯狂一把，或许便能报复成功呢。不管这次我能否成功，在这之前我会将你的一切讯息都传给贝迪他们。界兽摩罗萨立即开始传递讯息，所有界兽都能心灵感应，都能彼此传递讯息，这是天生的。贝迪还有其他所有蠢货们，我是伟大的摩罗萨，你们不是想杀我吗？可你们没有一个有资格杀我，我摩罗萨很快便将死去了，杀死我的便将是宇宙海第一强者，来自人类的银河领主罗峰，记住这个名字，银河领主罗峰，他的强大超出你们这些蠢货的想象，他在宇宙之主时就能力压宇宙海其他所有真神，成为宇宙海第一强者，面对我时更是占据绝对优势，我毫无抵抗之力，只能逃跑，可他依旧轻易将我从三阶打回到一阶。贝迪，即便是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而现在他却已经突破为真神了，他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我甚至无法想象此刻他的强大。一对一，贝迪，你即便是四阶巅峰，遇到他也必死。所以要杀死他，必须你们这些蠢货一起上，或者诞生五阶界兽，乃至更高等存在。你们抓紧时间厮杀吧，诞生出最后的王者。记住，小心银河领主，别让我们伟大的界兽族群覆灭在他的手中。佩迪，终究你还是没能杀我。讯息尽皆传递开去，摩罗萨眼神却是更加疯狂炽热，死亡和胆怯他早就抛到一边了。既然将讯息传回了界兽巢穴，那么界兽巢穴一定会有强烈动作。银河领主，这仅仅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礼物，还有第二个礼物。癫狂中的摩罗萨直接一个瞬移消失不见。三大绝地之清风界身处核心之地，昏暗之地中，这里便是界兽巢穴。当摩罗萨传递的讯息让每一个界兽都收到时，整个巢穴所有界兽都震惊了，他们没想到被他们当作食物的宇宙海生命竟会诞生这么可怕生物。原来上次将摩罗萨打退到一阶，
竟然是一个宇宙之主。银河领主现在成为真神了，他真的比贝迪还要强大。分散巢穴各处界兽们都立刻记住这个名字，银河领主罗峰。正大口大口吞吃着血肉的狰狞界兽贝迪猛然抬起两个头颅，嘴角还有着黑色血液滴落。那垂死界兽嘶哑疯狂道：贝迪，听到了吗？你遇到那银河领主也会死的，你也会死的，会死的。咔嚓一下，贝迪怒而猛地张大嘴巴，直接将那垂死界兽半边头颅咬碎吞掉。他眸子中满是冰冷。银河领主罗峰，贝迪默默念到这个名字。原始宇宙外有着一颗颗小型宇宙，这些小型宇宙漂浮在周围，因为都是原始宇宙各族真身的小型宇宙，所以离原始宇宙都非常近。这些小型的宇宙也非常安全，因为它们和原始宇宙都有宇宙通道相连，一旦遭到界兽吞吃，在原始宇宙内的大批真神们可以迅速沿着宇宙通道抵达，去迅速对付。自摩罗萨出现以来，从未对付过原始宇宙这一时代的真身的小型宇宙。哗的一下，混沌气流震荡，以乌黑丑陋身影出现虚空中。摩罗萨正遥遥盯着远处那一颗小型宇宙，低声喃喃道：这就是人类族群最早期最伟大领袖元祖的小型宇宙，似乎是叫初始宇宙。因为元祖被完全镇压，甚至都无法分析掌控自己小型宇宙，导致都无法催发小型宇宙演变，令小型宇宙一直保持在初始状态。没元祖掌控，也就是说他的小型宇宙本源也没有他本身意志加持，如此一来吞噬他的小型宇宙将是最容易的，最快速的。摩罗萨期待着，吞吃小型宇宙本源，一取决于小型宇宙本身层次，越是高等的小型宇宙，抵抗力越强；二取决于是否有真身意志加持。想当初摩罗萨对紫月圣地宇宙吞吃，刚开始吞吃速度也算不错，可后来紫月始祖意志一加持本源，顿时令圣地宇宙本源抵抗力大增，令界兽摩罗萨吞吃速度直线下降。吞吃元祖的小型宇宙应该比吞吃其他真身小型宇宙快上十倍不止吧，摩罗萨安道。开始吧，吞吃掉人类族群最早期最伟大的领袖的宇宙，不知道罗峰会不会发疯啊，人类会不会发疯啊。摩罗萨期待万分。听众朋友，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